Da-da-da-da. Hey.包不能直接溢上去的，一定是平A起手，双生命值啊！ 这波有点行，这波他居然 W 到我了，超远距离。哎，啊，我就感觉要出事 ，Sorry， 这波菜了，兄弟们。 傻逼了！这波应该扭一下的，菜了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 buff 先手。 点要先挂，等寡妇先手就好。还行，这把刀补的应该没马马虎虎。回家的话，嗯，药得买一个，就双长剑吧。咱们等六级，这波没双招了，一定要小心，别被抓机会了。他有个闪现，你跟他换血，他能强行把你拽回去的。 OK， 已经稳住一半，再等一波兵。他变得稳健起来，挺好。 这波上去能打个闪，没必要，那就和平发育吧，平发育。你要杀他，我能配合，到位了吗？
不算亏，他交闪了。这你敢 Q 上去的？贵贵，你也太勇了。还挺好奇的，不行我得打开来看一下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干嘛呢？难道有点不会打蛇女？另叫上俺老孙的本事吧！这还是屏蔽一下，还是。不是屏蔽了吗？我给放出来看了一眼。有妖气！稳健一点就交个闪。哎，海海怎么不动了？不知道。肯定要第一时间义务的。
这人太多了，没办法。你送他，我已经被他 W 蹭到了呀，他带那个胖的。要不咱就算了。我办了呗。那就不看了。30斤的地速。有妖气。开到蛇女了的话会有点急，开不到蛇女我感觉没把握。交闪就亏了，不交闪就赚了。拖住我，那边也打不赢了，那只能说杀了诺手。所以你今天要来找我，我可打不过，好了吧。热门可不敢惹他呀，但是如果我带人的话，我能杀他的，就是二打一能打过神女，一v一
虽然我跟他是同境界啊，但是，同境界亦有差距啊，我单挑打不过。刷这个，我可以去尝试一下。他怎么还有大，还有闪？他杀你技能都没用是吧？还有机器人的点燃，我操！两个人感觉我至少能换一个。被围剿了。哎，果然散修就是这样，抓的他妈的团伙作案，对面是，可以配合我抓的，还有一个人。挖一下单，骗下去，他怎么四件套了兄弟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别在那里挂机呀！这他妈太无脑了。差一点，他无脑能粘着我，移速快我太多了，他这个杀人书太 BT 了，要么交闪，要么交大，我肯定选择交大招呢，我交大招都跑不掉，他这个冰杖贵一贵，太能粘住了，这个乌迪尔盾也很厚啊，肉的很。可惜，我觉得难道这不玩的已经没问题了？可惜龙没抢到。一路劣势都还好打，比如说一个蛇女飞，他们是蛇女又飞 ，AD 又飞，要处理的点就很多。不是一个人飞，他是一群人飞。
都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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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急。这个应该帮不了你。他应该要塔，坏了，反正打不过。行政啊，能打过，能打过，不用看，打过了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带血统啊？带凯旋，感觉还是烫死了。我操！波浪剑什么的吸了点血。但是这个三叔他有点生生不息呀、啊。一直保持20层，死了10层，复活20层，打不下去呢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此地物以久留。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他这不有个中亚都有点了是吧？嗯，挺好。能译我吗？我说还个大，踢了我600血，我操！该先拉开一下的，大不了放慢。漫天飞雨。可惜，这个中路炸太烈了，骷髅有点大。